Hello， 大家好，我子仁，今天要来拍一个很久没有拍的谈话性小影片。那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台湾人最津津乐道的腹肌。那腹肌为什么对台湾人那么重要？那不外乎就是因为好看嘛、帅嘛，有腹肌就是屌。你不管身材怎么样，你只要有腹肌，你就是厉害。我相信很多台湾人都是这样啦。 在我潜伏在一些交友社团里面，然后常常都会看到一些，特别是暑假，都会有那种刺青、刺半甲的那种8+9，然后很瘦，有腹肌，粒粒分明的腹肌，很厉害。下面都会有很多女生说啊，你有腹肌，你好壮哦，然后结果那些人都不避讳，直接说啊，对啊，我最近才开始练，每天练几百下，没什么。哇，你们练几百下真的很厉害。 腹肌真的是用练的练出来的吗？可以说是，但也可以说不是。你夸小腹肌这块肌肉哈，不是说练了之后就会很明显就出来。那其实主要是体脂肪的关系。那我在讲下去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讲，我的专业知识其实没有很够，然后我的经验以往都是问朋友或者是爬文、看 YouTube 之类的，那慢慢的累积起来，所以知识不足够。不过我相信我的经验多少还是有一些帮助。那如果说觉得我讲的不好，那欢迎来泡我，或者是跟我做交流或纠正我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交换一下自己的经验。好，那我现在正式开始哦。那为什么我会说他们练几百下没什么用？因为如果真的练几百下有用，那你们看李杰森，你们看我，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 那我腹肌说实话其实没有很明显哦，因为我肚脐这里有一层皮，就是也是脂肪啊。这个如果消掉的话，6块就很明显。那坐着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坐姿的关系，它会变成一坨，像这样，这样一坨出来。所以现在人都是用坐着居多，所以腹部都会囤积很多脂肪。那这些脂肪呢，就会让你看不到你的腹肌，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总之，你一定看不到我。 就是这么神奇啊！那也有很多人觉得说，一直练就会有腹肌。腹肌这个地方属于小肌群嘛，那他练的时候其实也是要休息时间。但我觉得比起一直练，你饮食控制的好，其实腹肌它就比较容易明显的出来。为什么我会说一直练没有什么用？其实平常你看那些瘦的人，其实没运动，然后他们就站在那边，然后就腹肌6块就出来，甚至还有8块的。那些人就是体脂肪偏低，体脂肪超级低，低到不行，就跟竹竿一样。那也有人问我说，子仁为什么我体脂肪 那么低，那我看不到我腹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啊？那可能就是你的肌肉量不够了，肌肉量不够，还有体脂肪过高，可能就导致你看不到你的腹肌。腹肌这个地方真的其实对人体来说蛮重要的哦，你不管做什么动作，你其实都会用到它。你在出力的时候，它一定会出力；你在拉屎的时候，它也会出力。 所以我会说它是非常重要的肌肉，但我其实说实在我没有很常练，平常我只想练个体态而已，所以我不会特别去练它。那像是很常见的就是要练腹肌的动作，大多数都会说什么从仰卧起坐开始，但仰卧起坐开始，我发现很多人，包含我以前自己也是，就以为你做次数越多，然后你的那个训练就会很好，你知道次数越多，你的那个身材会成正比。 其实不是，你也这种练法都重量不重质，就是你们如果练很快，其实你出力的地方不一定是腹部，你可能是腰，可能是其他地方。像以前最明显就是这种抱头仰卧起坐，你做到后面，其实腹部没出力，可是你脖子一直往下压，你到时候都是脖子出力。所以那时候有人说这样子做对脖子有伤害啊，这是最常见的错误方式。 那其实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慢慢做，就是你慢慢的这样起来，慢慢的下去，你会感受到肚子上会有一种明显，就是它在出力，然后很累，叫你赶快停，赶快躺下来的感觉。像我以前做那种棒式核心，撑着，原本撑着好好的，可能撑个几分钟之后，你会发现你屁股越来越顶高，因为你的腹肌已经没力了，你已经在用其他地方代偿，所以说你这样起来，你的效果反而没有那么好。正常来讲，你应该做到你觉得腹肌有出力，感受到快不行，然后 其他地方开始在跟着出力的时候，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休息完之后，你就可以再继续做，逐渐稍微休息一下。不然的话，这样其实也对肌肉蛮伤害的。不是说你做的多、做的重，你就是练得越好。每个人要的因人而异嘛。像单纯讲腹肌，就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控制自己的饮食。因为真的台湾真的太多喜欢腹肌的人，很多人就跟我说什么“子恒你没有腹肌，你怎么那么废”这种类型的话，那我看到其实都是翻白眼啦。像我看到有那种有腹肌的人很瘦，然后每次在那边显。 我在想一拳过去，他大概就像我前阵子暑假嘛，我在运动的时候，我就看有一群类似国高中生的人进来。哦，有一个瘦瘦的人，然后穿那个吊嘎，三不五时把衣服拉起来，然后看腹肌。然后他同学就有一些好像阿宅，他看到他有腹肌，哦，每一个都把他捅成神。结果那个人做那个哑铃怎么做？那个人这样做。 用腰在练二头肌，错误的那个动作，然后一直教他同学怎么做。那我相信多少刚开始健身的人应该都有碰到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你以为你重量越重就可以做，可是你实际上做的地方都是其他地方在帮你出力，并不是手。但是他就是在朋友、同学之间就是一个很牛逼的存在，然后还教同学怎么仰卧起坐，怎么仰卧起坐。就像我前面讲的，他就教人家这样抱头，然后一做很快，做很快，然后做个什么20-30下，哇，好厉害！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很傻眼，觉得说为什么还要这样教人家啊？你有腹肌，只是单纯你瘦而已，做的东西都不太标准，然后还要这样误人子弟，我觉得是。No God! No God! Please no! No! No！ 然后因为我在健身房也看过很多那种大哥很强的大哥，其实他们都没有腹肌哦，就是力气超大，然后胸肌什么都超粗超壮，所以他们就是没有腹肌。我觉得这个有腹肌，喜欢腹肌这件事因人而异啊，因为你到后面之后你不会在意就是有没有腹肌这一点，而是会注意完整的体态。讲到体态，我想到很多女生要减肥，她说什么我原本50公斤，我掉到47公斤可是我一下要胖回来，为什么？因为你胖回来是因为你掉的都是肌肉，而不是脂肪。你掉脂肪的话，你不管体重多少，你体态都会很好。像我现在70公斤嘛，然后我之前也70公斤，我那时候看起来比较肉一点，那我现在为什么看起来就还好？因为我现在那个重量都是在我的肌肉上面。 那之前可能就是肌肉跟脂肪平均分布，看起来会比较肉一点。台湾大多数没接触运动的都会觉得说体重机上的数字才是正确的，那实际上不是。你要看你的体脂肪，然后你的什么骨头密度有的没的那些东西凑起来，那些是你的体重。你体脂肪低，你肌肉量高，你当然也会重啊。像我有个朋友他很重，他BMI 过高。 那只是因为他的肌肉量超大，170几公分，然后80几公斤，结果 BMI 显示是说他过肥，过肥是什么概念？所以其实有些数据哦，还是要看完整详细的，而不是说你的体重越轻或体重越重，你的体态越好。你们应该也看过那种100多公斤可是又很壮的，像那种什么摔跤手啊，他们不是很重吗？可是他们用看体重你会觉得他很胖。 当然，经营一个身体就是经营自己的身体，经营一个体态，其实没有那么困难，但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你要坚持，你坚持住，你就可以体态越来越好。因为我觉得练运动这种东西是最容易表现在自己身上，就最容易看到成果的一项活动，做什么都一样啦。像李杰森，你们看他看到现在，他瘦下来瘦了20几公斤，因为他坚持。 他其实你们看他肉，他肌肉量其实够哦，已经被他脂肪盖住，所以线条看起来不是很明显。但是他有努力，他就有收获。可能有在运动的人就会觉得说，整体来讲比较重要，不会觉得在意那块腹肌的地方。那如果觉得我讲的不好，那欢迎随时都来泡我 diss 我没关系，因为我想知道哪里 OK 哪里不 OK， 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经验交流。那喜欢影片都按下喜欢、分享以及订阅了，我只能下次见喽，拜拜。 我刚刚剪片剪到一半的时候，才想到我忘记讲一个东西，就是现在时下脸书上还有一些地方很常看到广告腹肌贴片那种东西吼，贴上去然后就会让你有腹肌，那种东西根本是屁，好不好？都是屁。然后我之前看馆长啊也在讲说他的照片被人拿去用那个腹肌贴片，然后他也是骂得很凶，好不好？那些东西真的是，好不好？ 如果贴那些东西有用的话，那那些运动员不是白痴吗？所以说不用再相信那种狗屁不通的玩具，好不好？无知很可怕，感谢你们。